可是它这个就不是全场都是 K bar 了。这个挡板真的是说好说满，这是假的吧？哎，啊，应该是真的。如果是假的，保夹不敢设这么高。对啊。啊，好凉哦。然后。可是它很容易就是一只脚开那个。对啊。就很尴尬。有那种立台是问题的吼，看能不能把那碳膜拉起来。我是怕没有力气啊，没有力气那怎么？没有力气就反抗。他完全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就是不用试了，是吧？哦，这个会动啊，可是这个很丢。这个要出应该会很难哦。对啊，它会乱跑，比较麻烦一点。发表，放屁。大鲨鱼。啊，大金鱼。哦，这只会动。它直接飞到最远的距离了。发飙，我也不想夹鲨鱼，我家里有。这种有脚的。哦，是哦。嗯。感觉超难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想，我想玩这种的。这种感觉就好。是吧？我觉得台南很真假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上次我们去吃，我就觉得台北高雄店拖，哎，有拖有拖有那个感觉，真的假的？觉得，因为你记得我们那个零食墙每一家都来拖，哇，飞上去了，他这样招怎么打？我想一下，要怎么打？对啊，要想啊，球池。它这个好像会挡到我哎，它是三拍哎，哎，现场吗？是吗？不可能吧，那么矮，来试一试。哎，对，现场，真的是现场哎，现场，真的现场，大概在这里而已。真的啊？超扯，那根本就过不了天地吧？我刚自己连搜找都没有哎，你看，不对，现场。是哦。你看我不搜爪啊。我就让他自己搜，你看，不对，在这里，超扯，不行。太扯了。反正我就是到处都往外看，体验 K bar 的感觉。哇，这个也很重哎。它也是这样丢一下，我对啊。我还是打电动好了。哎，可是我怎么打起来还看起来好像空的。不像。哟，中了。
哎，都跑过去了。他现在很有，很有力啊。对啊，或者他很有力，所以电动车两重。有力到这个地步吗？哎，还是这个电动板就很轻啊。哎，他下去。哎，他这样其实挡得很好，如果再往前一点就出来了。再试一次，把灯拉起来。他不会就这样卡死了吧？好大的灯。对啊。哎，他是哪边卡住啊？我得让他先垫位置才行。这么大用吗？对啊，至少用门箱很窄了。有，这有机会了。夹到那个框边，然后这个应该帮我挡一下。可是要抓到还是？哟，抓到了！可是他没有过来。他丢这边。因为他一直滑进去啊，还有那个球池。他有种就给我上二楼。包拖啊！拖啊！最后几次不行就上了。我们的 K 8之旅就是空手回归。其实我觉得 K 8也比较容易，然后 K 8很好。对，后盘。干后盘很漂亮好可惜哦。对啊。撞他！撞他！撞他！这什么鬼？要挡吗？你觉得？哦，这个算挡吗？这门很空哎。抽起来好了。可以，我到怎么了？知道。你看啊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滑进去，然后。哇哦！哇哦，更高了。为什么我刚刚停了一下？太高了。至少出了一样东西。好像还好哎。我以为很重，其实好像也还好。那 K 八里面的东西要放多少？我想说那个是什么？原来是体重机哦。体重机哦。对啊。这个东西应该。现在体重机很轻哎。很轻，超轻的。那这种在克拉米包里怎么办呢？对啊。撞它。这个太轻了，这个可能还比较好打一点。是。对啊。它是空那个。对，它。它可以维系两个上。最后就这个吧。还是你要那只小熊维尼？看你想哪一个。我先试试看会不会浮。我玩这个最怕就是不会浮。这个也是大概要三四元才行。还有全包吗？好像全包，我先试试看全包好了。它滑吗？它应该会吧，那个好像很滑。我先试试看全包会不会动好了。这全包吗？会啊，会动。它怎么滑后面呢？它怎么这个怎么感觉摸起来好诡异哦？哦，它是会往后丢，然后软软，对啊。
头头都是头。对，怎么跑在这啊？好，不要，我们放弃吧。真的？我家的很大，好不好？是哦。嗯，所以我们在家只要选择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觉得血压太小，就是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倒下来了。那个功能真的很轻。我也知道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好滑哦，滑到完全不会动。弹过来。哎，不要再卡了吧。哈哈哈，又卡第二次，等下第三次又坏掉了。傻眼，好笑哦。这个长城都是负责放头发，再。啊，卡了。好，用完了。我们来。太坏了，傻眼。对啊。傻眼。测运气。哎，不是，昨天就测过了。哦。刚才不是要出了吗？哎。哎。甩打，摸的。哎，这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很容易卡住还是怎么样？为什么我们这次来高雄，遇到这么多野孩都这样子卡？跟四性不合，四性不合。有了，翻过去。有，哎，今天还没有，还没有抽，就感觉我运气开始变差了。别这样说。啊，有了，前面应该有机会。前面那么满，我要夹下面的，夹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。有了，哎，你看，已经好几次都是从那边，对不对？从那边跑过去的。厉害。哎，他那个是我觉得这边好像快垮了。他一直掉下去。我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这样子？还要捏把哦。还要是要挖后面的卫生纸。挖后面的吗？把后面涂得更满，是这样吗？要自己做物就对了。要不然为什么都不会处理？已经有那一根快下来了。啊，还要自己做路，真麻烦。黑霸。有一个下来了。对，他真的很容易就是那边跑来跑去。这一排跑。哎，你看。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好厉害哦。哇，我从那边原本要出了，那边原本两次，这边有一次。有了吧，这个。哦，对。哇，我卡就卡在那里，太厉害了。对啊，吓死我了。一也没有了。几号？十一，七七。啊，应该没了。卫生纸要拿吗？对。